看你，嘿，放松班，你就是多假学生，只此一家，出自社会大学，如计保安，原是味道十足，我那是性格一个，下下捧场，可惜宴会这是八岁人。哦，听讲你甲小鬼同款，会晓杀生了急，失亏是小鬼甲学生同款，懂得杀生了急，漂亮，那天险之内，左右都是你机会咯。别讲了，你想呢？没甲好叫小明，那本少爷就省啰嗦，直接抢位，位都输赢咯。水开，这边的打出社会，打出来江湖，甲人走跳，会惊麻烦上心啊！一高声，俗应令。一只朴素美丽学生刀，一只灵巧手工小妖剑，两者之间，元神意识秘密交锋，来轰击，双方对齐偏去，再来互相小妖剑刀，逍遥红珠云雾，销毁高岭，消失连环血雪之贵，心如临门一穿云。学生已在气堂，刀锋斩刃杀魂，心怒气怒破天惊，刀劈修蛇应万变。心地学生已是弱者，逍遥剑势不准，三剑客如剑锋，牛脑心脉好回动。学生刀架飘摇，快速化身去两头，以红结棍，两人一刀一剑，红火之根，天际之天不足偏色，有以道相红魂变色。了，够冷够硬，又阁有够锐利，但卖随本少爷无事先经过，你的刀再不出手，伊会永远寒心。失亏。这边的老朋友伫咧讲，伊的社会认证无含混证明，有够个性。好，气血。杀生了急，你是头一个让本少爷有老干痛快的人。听这咯，这句话自这边的打出社会以来，已经听到不胜其烦。有够狂，嘛爱有本事。再开一局，连消一攻，单剑破雾射流星。逍遥剑势再现，天劫幻象景村阵营，犹如白雾万众无疆。哦，平满天下上多数人才来，剑势多一三出，引得出招。来行人一点多一还天星，修地面一招，快在杀乱之情，天在红布之内。本少爷以为你有够强，阁有够猛，原来也是两包一个。刀落光，人无落胆，看见本少爷的刀意满天星。你也是修刀绕跑喽，一颗腿腿。普龙讲的，这个时阵讲这句话，文少爷听到是真安心。伊
呦呦呦，生气了吗？哼，高音啊，虽然听着不是滋味，但推哥也是爱讲给你了解。利用在六部将士的面前将人救你，利用将心定小想一下，连秀贵都无这个能力，所以这个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物。这点本少爷不服，一山天险书法突人，是咱大义轻敌。哦，这今日应酬，为何要小刀落跑？那是因为你亮出底牌的时阵，有一刀人影，强行将此人带离。哦。